各位弟兄姐妹，晚安。晚安。今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海边，在鹿特丹的河边来祷告。刚刚师母和我参加了附近一个教会的晚祷会，在这个晚祷会里面呢，是这个巴哈的音乐，其中有一首是讲到垂怜经，就是求主垂怜，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是成为一个晚祷的主调。我相信在疫情的这个串声之中，我们更应该来到主面前求主垂怜。是，我自己在祷告中真的是在这个音乐会和讲道里面泪流满面，因为我们世人真的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自己非常需要神来施恩惠，给我们怜悯，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些种种的难关、困苦、病痛。但是我们也在这个求主垂怜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认罪。是的，我们需要为自己、为我们的亲人、为我们的世界上的人祈求神的恩典，祈求神的怜悯，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主的救赎，依靠主的慈爱和能力，是能够来有信心度过这个危机。是的，所以非常深刻的一个崇拜，晚崇拜。是是，在音乐之中，也在这个诗班的唱和里面，我们再一次安静来到主面前，恳求主的垂怜，因为人的确远离了神了，我们需要归回，在这个归回当中认罪悔改，神也一定来到我们的面前回转了。愿主的恩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再一次引领我们，挑起我们回转。我们就用这样的心情一起来祷告，请师母带我们祷告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在你有说不尽的恩典，我们在敬拜、在晚祷的时候一样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创造的大能。虽然疫情、虽然病毒猖獗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掌管生命，你赐人生命。主啊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困苦中，求主你大大的施怜悯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，需要你垂怜。主啊，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也自己在你的面前谦卑的悔改，承认自己信心不足，承认自己常常没有力量，承认我们的家人、我们自己、承认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你的荣耀。是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来拯救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你已经救赎了世人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的来感谢你这样救赎的恩典，我们要更加的信靠你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更爱你、更信靠你、更有力量来度过每一天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带领各位，赐福各位晚上有一个美好的休息，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归向主之后，我们的心灵得到主所赐的平安。晚安。